庙篮球三建大轮胎董事长尤克林拍篮球技术尤完真好，加少年员工一对一比赛，进攻手拿板拢袂输人。篮球呢跟经营是一样的，一定是靠团体的这个力量。那另外呢，在球场上啊，有这个不同的战术，有常人啊，或者是有矮将啊，各施啊所长。尤克林甲老爸建大轮胎创办人张金爸同款，真爱运动，甲运动家的精神用伫经营企业。2022年公司60周年，营收差不多400亿，每一年拢开几六千万赞助台湾优秀的运动选手。甲尤克林拍体育赛是过去捌拿下澳洲温布顿美国体育职公开赛青少年男子双打冠军，去年甲钟杰星做伙摕到杭州亚运男双金牌，中华囡仔柯玉修建大轮胎赞助工厂，几六年前林书豪入去 NBA 拍篮球，建大嘛一路相挺。棒球统一赛，高尔夫选手卢小琪、龚一平嘛拢进行照顾。一直会念书的东吴的小伙子呢，能够在NBA 立足呢，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呢，我就燃起了说，哎，也能够帮助这个台湾小孩的这种想法。我们度过了这个最困难的2022年的第四季跟2023年的第一季。那么从2023年的第二季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就逐渐呢，已经回复到这个比较正常的状况。勉励的目标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两位数字的成长。轮胎产业经过上辛苦的阶段，尤克林徛伫台湾发展全世界。2024年锁定电动车市场，一年的营收目标希望成长超过10%，带领集团继续向前冲。民视新闻王嘉林、陈开宏台北报道。